Ajax training camp? 非常棒，因为这里的训练比中国要先进很多，也系统很多，让我学到很多东西。我在这里训练的这么长时间，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训练方式，还有他们比赛的时候他们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很好。Then what did you like the most about the Netherlands? 人都很热情啊，然后而且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，空气非常好，很适合来旅游，就是有点食物有点不太适应。Did you learn some words in Dutch? Let me think. 17, yeah?